那现在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些功德来回向给陈菊市长，希望陈菊市长认为呢，他这些做破千的政绩啊，迫害人权的这些功德呢，能够让他好眠啊。愿你以此功德庄严净佛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以此身报，同生极乐国。那现在我们即将呢，就要把这个功德金呢，然后送进我们的会场。今天我们会来到这里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听闻到了市政府说，他们要办一个土地开发成果，这个音乐纪念会啊。但是不禁让人怀疑嘞，什么叫做土地开发？把人家的房子拆掉，难道当作是一种政绩吗？把人家的房子拆掉是一件值得纪念的政绩吗？因此，我们今天非常愤怒，我们来到了现场，我们要向陈局呢来表达我们的愤怒。在果菜去年拆迁的时候，至今已经届满一年多，那么社会局提供的这个安置措施啊，也即将到期。我们目前有位住户呢，他面临了一个状况，他缴不出房租，也没有办法再安置。也就是说，12月31号之后，明年他就会流离失所。市政府从来没有因为拆迁安置过，他的安置只有一年，而且是在荒郊野外，那是社会局对低收入户的补助。第一，今天高雄市演唱会叫做见证土地开发标售地行销演唱会，为什么来了标售地？就是高雄市政府透过从化征收，不当的征收来去获得大量的土地之后，翻新炒绿皮，绿皮之后再标售给市政府，市价公告市价将会是标到1.5倍到3倍左右。而高雄市民们千万一定要记得，果菜市场的悲剧，还有旗山大沟顶、前镇拉瓦克、还有前镇地贡市场、还有小港大林埔，这些的居民将痛失家园。因为什么？一个家的纪念会被这样来当作市府来炒地皮的手段。那么高雄市负债已经2444亿了，那么透过让人家流离失所的方法，就是来获得还举债的方法吗？我们不禁怀疑高雄市政府陈局市长他们在进行施政的时候有没有同理心啊。今天不会只是影响到这些受灾户而已，也会间接影响到高雄所有的市民。因为这个土地只要被财团标售成功了，开发完成了，你们的周遭地区公告地价就是会上涨，明年五月、后年五月、大后年五月，你们的地价税就是一直上涨、上涨、再上涨，到后面就轮到你们被直接影响到破迁的危机。100年，高雄县市政府合并之后，其实很多的土地其实就这样子在高雄市政府的标售下，其实卖给了财团。今天像是在旧的高雄市总图，他其实也在说，他其实也要把它拆掉，要把这个总图也要把所谓的土地给标售。而且说的法是说，今天我们要活化闲置的土地。可是我要问的是，这个到底是活化了谁？我们人民有在这个当中得到获益吗？今天我们劳动权益越来越后退，可是房地产却越炒越高涨。我想问一下大家，在这边我们还买得起房子吗？我们还能在这里生活吗？我要问，这个活化究竟是活化了谁？
我想这个答案大家心里都有数。土地标售真的是我们人民可以共享的吗？所以我在这里，我认为高雄市政府其实在标，不管所有的土地活化，它必须要能够更要有更多的市民参与的空间，而不是这样子用黑箱作业的方式活化财团的口袋。那么我看到高雄国菜市场被拆之后，很多的人民，高雄市民流离失所，有的甚至于生病因而去世，有的根本无家可归。那么这些高雄市民当时要拆迁的时候，为什么不可以体恤这些人民？高雄市政府阿菊啊，你心稍微放软一点可以吗？你是一个人权斗士，你爱人民，你才有资格当市长。可是你当了市长之后，你抢夺人民的财产，抢夺人民的土地。你看后面排了这么多的椅子，是要来庆功宴，庆什么功？庆土地开发，人民掠夺来的土地要分享给台中市民吗？要分享给高雄市民吗？没有。有没有？没有。如果你今天来坐在位置上，你也是跟土匪一样站在一起，你以为这个是享受你的成果，但是这些都是血泪，高雄市民被抢过来的土地，他们的居住权，他们的人权根本没有受到招待。我喊到三，大家就一起丢出去。一、二、三，全地草地皮，全地草地皮。全地草地皮。请牌警告，林志宇先生以及现场先生女士，我是釜山分局龙华派出所所长蔡宗宪，你们在神龙路未经许可举行集会，已经违反集会游行法。